为了替老公复仇，佩珍将全力拼战。大家还记得外科医师王作轩吗？他是佩珍的老公，在第四天遭到淘汰。今天佩珍就是要来替老公讨回颜面。作作，因为他死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他告诉一些小朋友。今天晚间10点超市，金头脑。火力全开的。